谢谢你啊。哦，我不知道你今日会来。知道了，你便不来了。对啊。为什么？我答应过不会缠着你的。你也说过你会一直等着我，我只需要记得你愿意和我一起承担所有。对啊，永不会变。楚修远，你是个傻子吗？反正也不是个聪明的人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我一直知道自己是一个清楚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人，可不知道，也说不清什么时候，我的这份坚持开始出现了摇摆。楚修远，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觉得很踏实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先做那个开口的人，想让你知道我也很在乎你。